作为心智战斗力的组成部分，剑士 C 从一开始亮相就备受关注，吸引了广大军迷的眼球。我叫杨帅，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飞行副大队长，也是驾驶剑士 C 的一名飞行员。剑士 C 换装了先进的航电和火控系统，特别是增强了态势感知能力和电磁对抗能力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它是三代改型战斗机，也就是军迷们常说的三代半型战斗机。假如把三代战机比作键盘手机，那么三代半战机就是智能手机，而且是多功能的，可实现无忧虑操控。驾驶三代改型战机，其实对飞行员的要求更高，要求飞行员学会跨专业融合，特别是对整个体系的认知，作为体系作战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。歼十 C 可利用其自身先进的信息整合和协同攻击能力，配合重型三代机甚至四代战机进行作战，它可以在不同的构型下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。飞行是美的，但战争是残酷的。本质上来说，它是一款空中武器，战斗力是衡量一切武器的基本标准。我们和重型三代半战机组织过对抗，其实平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，关键还是对飞行员技战术水平的考验。在一次空中对抗中，我和掌机驾驶歼十 C 战机曾对重型三代半战机取得优势，主要原因就是抓住了对方心理上的侥幸和战术上的破绽。歼十系列飞机是国产自研三代战机的代表，从立项到数次改型，和我一样走过了30多年的路。它是第一代互联网军迷心中的图腾，也是我一路走来追随的目标。歼十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个型号，一架飞机，它更像是一个开始。往前数20年是筚路蓝缕，往后看20年是更多超越。很幸运能够驾驶它飞行、战斗、伴随、成长，还有未来更多的超越。说到空军，可能大家印象中的就是飞行员吧，其实飞行员只占空军的很少一部分。空军90%以上的组成是像我一样的地勤和后勤工作者。如果说飞行员是天之骄子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像是飞行员背后的天梯。飞行员手中握的是驾驶杆，我们的手上托的是国家的财产和战友的生命。像我们这样普通的群体，空军还有很多，比如说有我们机务、四战、警卫和汽车，我们的工作都很平凡，但我觉得我们又很不凡。其实每一个男生可能都有一个飞行梦吧，我们也一样。每当我们看到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自己也在飞一样，这种感觉挺满足的。